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依期搞乜撚，我系你哋嘅主持人基佬。我哋最近研发出咗一粒可以将野生动物捉起嚟嘅波，喺不久嘅未来，我哋就可以捉野生动物起嚟打交赌钱啦。你哋好啊，你哋系咪要做残忍嘅野生动物训练师啊？我哋呢度又食咗唔知咩变咗青色马骝，总复成啱啱俾够粘好胶布兔仔，仲有一个净系识喊嘅废柴。呢三个难凑嘢，你可以揀一个，然后用佢哋打柒其他人赢钱啦。快啲揀啦，仲睇，唔好嘥我嘅时间啦。然后你哋要出去破坏大自然，打柒嗰啲无辜嘅野生动物，捉起嚟，然后继续用佢哋打柒其他野生动物。然后要一直训练佢哋，佢哋压力大咗就会变形，好得意噶。你终于成为最残忍嘅训练师啦！你已经打死八个道馆嘅野生动物，仲有赌赢100万，完全有资格挑战我。如果你赢咗，你就可以打死呢个 game； 如果你输咗，我就攞晒你啲钱。系时候啦，嚟啦！我嘅野生动物都被你打死晒，做得好啊！你已经成为终极残忍捉野生动物打交赌钱嘅训练师啦。你已经冇咩可以做噶啦。你可以选择卖咗呢个 game， 或者系俾120蚊买我哋6月出嘅 DLC。你赢咗我都唔会俾你礼物噶啦，最多举起你嘅手啫。拜拜啦，各位。